构图还得讲究构图，不能画太满，所以瓶子空间非常小，还要讲究这些构图。哎，这是一件最近的一件作品。哎，我还有这个，这是也是一件，这也是一件水晶的，这是画的是动物的，一面画的是老虎，一面画的是狮子。这个画法呢就有点跟过去的传统画法有点不太一样了。